有没有？今天要比昨天多了。不错，那个口碑有出去哦。口碑出去也剩最后一场了。最后一场，那就大家把它卖完吧。那我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帮我们宣传，多多 tag 我们，让台湾的观众、让歌剧院、让其他场馆都知道这出戏是值得巡演的戏，是不是？全部都 take， 做一个三管共治的大巡演。那个文化部啊，教委会啊，都可以啊。好，真的谢谢大家，这出戏四年了，然后，哇，真的假的？所以多演几场，不要再做新的。好，那真的很谢谢大家，好吧？谢谢，尤其台上的这些演员哦，还有一直以来就是从这出戏从开始，然后一直到现在，很多帮助我们的人，就是教我唱歌的啊什么的啊啊，还有一些陷害我们的人。没有好，演师要来查。好，来，那我们等一下，五分钟之后是不是？对，我们五分钟之后有一个演后座谈啊。是的。那今天真的很谢谢大家，就是能够来看这出戏。那大概有一个五分钟的演后座谈，就是由我跟董毅还有一些主创会在上面让大家回答一些问题。有任何的想法的话，都可以再来这边问。好，那希望大家都可以留下来，我希望听到大家的反馈。那今天这出戏很谢谢各位演员，谢谢所有设计们。谢谢所有观众，因为你们在今天这出戏多了非常非常多昨天的人没有看到的。